Zumba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项目，给全世界很多人带来了健康，我相信在中国也同样。Are you ready to Zumba？ 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作为 Zumba 在中国的总代理，首先呢非常荣幸，国内的几个大的国际性俱乐部现在已经加盟了这个 Zumba 这个项目，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健身俱乐部加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。那么呢，在这点呢来讲呢，我们是充满了自信 ，Zumba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那么说到 Zumba， 我们首先要提一下 ，Zumba 是一个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健身运动。那么它的受欢迎程度怎么来体现？在大洋彼岸有一个日子，就12月3日是美国的迈阿密市的 Zumba 日，可见它在美国的受欢迎的程度。在中国的第一次的现场展示活动，那么今天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，同时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。那么今天是中国在中国的第一次的媒体见面会。Zumba, it's a party.还有一个机会，他一定会还你一个惊喜。